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我们累劫种了很多的善根，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皈依三宝，亲近佛法，进一步还会布施。但是能布施的人很多，但是布施整个地球世界，布施所有黄金佛像，都还不如能够持戒的功德。持戒可以让我们不堕落三恶道乃至升天，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来持戒，那真是善哉，叫善男子善女人。那受五戒可以不堕落三恶道，但是各位呢，进一步还能够受佛法的根本目的，解脱生死的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陀为在家因缘不成熟不能出家的在家弟子所制定的出家善根的戒律，也就是说在家人也可以得到出家修行的功德，一个月六天乃至大乘的十天，服戒者如来利益众生之守物。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就制定了在家人第一个千万不要杀生，那佛陀制定了戒律，目的是保护我们现世不会痛苦，来世不会堕落三恶道，所以叫如来利益众生最重要的开始。贤圣修道之要诀，要作为一个社会上的贤者乃至修行的圣者，那你要修道，基本上你就要不伤害众生，持戒。所以持戒，如果按照修行人持戒才能够修定，有定才会有智慧解脱。三机等见，七众通收。各位修行是为了这一世的福报，不要生病，来世升天有福报富贵。那这是第一种根器，大部分人都为这个来消灾延寿，不要癌症，爸爸妈妈超度，这种现世的来世的，这个叫世间福报，那这个就是下品往生的根器。那第二种根器呢，刚才说了解脱生死，让你做皇帝，让你做最有钱的最漂亮的美女，那有什么用呢？那只是一种暂时的感受啊，有钱跟没钱只是个感受，那做皇帝跟做乞丐还不是一样吃饭一样睡觉，而乞丐还比较好睡觉啊，那只是一个 kimoji 感受啊。所以能够就近脱离生死轮回，那才是佛教修行的目的，这个叫第二种根器，解脱的根器。如果这样来皈依受戒，可以得到中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佛经说，以这种解脱的心受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将来念一下
中品众生极乐世界啊，不得了了，一天的功德就可以不但不堕落三恶道，加上你的信心愿力，中品众生西方极乐世界。老实说了，我们很多菩萨很孝顺父母祖先在超度，如果我们去认真的办法会超度做的功德，去把杯啦，或者问问人家说，哦，你妈已经往生净土，哦，太高兴了，哦，高兴到掉眼泪啊，太高兴了啊，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定成佛，迟早的问题，所以中禀根器受报完。那第三种是我们大乘佛教目的，以人天福报、生信因果、持戒布施做基础。第二个，保持一个不执着解脱轮回的心。第三个，对所有众生升起如父如母的绝对的报恩心，愿所有众生都解脱轮回，乃至就近成佛，现世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整个世界法界众生在发心，在努力，这个叫发菩提心。所以不但自己要成佛，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众生离苦成佛，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和守八关斋戒，那叫上等根器。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听我这么说，哦，对，师父你讲有道理，我就发这种心。发这种心，那你要关心啊，你不能说我每天就躲在房间，我在寺庙拜拜啊，现在这边是板桥高雄怎么办，现在这边是台湾非洲怎么办，现在你身体还不错，那病人怎么办，现在你口袋有一些钱，那些穷人怎么办，你早上有吃饭，但是那些动物没得吃怎么办，也就是说就像你是一个爸爸，家里有老人，有太太，有小孩，你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好，照顾这个，照顾那个，他有没有去学校上课，他有没有缺钱，他有没有找到好工作，然后呢还要照顾公司的业绩压力，还要关心政治社会国家，样样。佛教讲空性不离开缘起关心的一切，如果我们板桥培元讲堂关起门来在里面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跟隔壁巷子都没关系，那不叫空性，不叫悲心，那只是你有佛教的观念却没有实际的行为实修。所以我想各位，从你早上出门坐车到这个地方，所有你所看到听到的路边的一切都是你关心的。昨天我从桃园回来，在桥上有一个，刚才他们桥开车，车子开得太旁边了，挤到一个摩托车，摩托车那个女孩子就摔倒撞到，那到底往生呢还是昏倒了，他们也不敢碰，叫救护车。但是各位，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今天手抱完斋戒，希望他醒过来，他只是暂时昏倒，希望他家里人能够处理，乃至就算往生也能够得到善知识的引导，希望开车的人也升起惭愧心，你要放在心里。所谓的空性绝对不能与我无关，也就是说你会成为一个高压力的人，那这个压力是慈悲，但是你内心自在，为什么？你安住在空性，空性就像大台风的台风眼，中间是像个眼睛一样，但是呢它很强而有力的在影响整个世界。那各位就要靠我们真心的悲心去感受到尼泊尔的痛苦、印度的痛苦、人的痛苦、天人轮回的痛苦、阿修罗道嫉妒的痛苦，你一定要想到就像你儿子妈妈在生病得癌症心里那种感受，感受到他的苦而升起责任，这个叫上品发心。这个世间没有一件事情跟你无关，凡是你走过的、跟你讲的事情、看到了、别人找你去的，都跟你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不会去参与、看到、听到这个事情。那各位要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缘起，对所有生命不分国家社会的关心，而且产生一个责任感，这个才叫真实发菩提心。我做个比喻好了。
今天你头在痛，你马上会摸头，哎呀，麦田麦田，这个是私心。一个小孩子在生病，妈妈想到的是他的病，没有想到我，赶快给他吃东西，不要哭哦，妈妈给你牛奶，因为妈妈是为了小孩，不是为了自己。但是往往我们凡夫，哎呦，舒服啊，我痛到要死，我今来拜忏，拜看我自己会不会痛的，你那个冤亲债主会气死啊，这什么意思呢？是他在痛，而让你感受到你他在痛，而不是你在痛。但是凡夫跟他说，我在痛，舒服，我在痛。所以我认识一个女居士，那脚小脚痛，痛到现在大痛，每天都说 我一直掰一直掰，我希望他，我希望我的脚，我的脚不要痛。他没有那种利他的心态，是你伤害他，你要向他忏悔，你希望他不要痛，不要关心自己不要痛。也就是说，以后各位在吃药的时候，不是你不要痛，我真的必须要吃药的时候，我吃药是对你好，让你不要痛，不是我的头在痛，我的胃在痛，我的膝盖腰在痛。如果你有一个为我的痛在修行，那你这个还是人天福报，感动不了你的冤亲债主。所以你今天杀死一个人，他这么痛苦，他求你超度他，因为你学佛了嘛，终于学佛了，所以你可以超度他，但是因为你一直回向众生，但是你没有想到他，但是他让你感应一下嘛，那你就要跪下来，哎呦，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痛苦，我现在好好的忏悔，我过去一定有各种因缘伤害你，对不起你，所以我绝对不会再这么做，我会广修功德回向给你，我也为你发愿。咳嗽的人就不要再骂人讲是非，这样而已了。所以那一天我咳嗽了两天，我也写牌位啊，也吃东啊，吃药啊，好像没有用啊。时间一到就咳啊，后来就问了一位菩萨，那菩萨说：“师父，你过去骂人家，你总要给人家讲讲好话，忏悔，发个愿嘛。”哦，对哦，这一点我都没做了，我只是滴滴下滴滴挤滴滴摆了呢，啊。所以我就跟他合掌，拿着牌位，我从今以后不会再骂人，过去我骂你，我要多讲好话，愿你得到啊我的忏悔，我要多布施一些水让人家喝了快乐，希望你离苦，你不要一直想到我，不要咳嗽啊。因为我这样讲完，哎，就感觉到咳嗽好一点，不再有这个感觉。那礼拜前天新竹大法会回来，哎，晚上开始头重痛，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以前最多是晕，但他这种头很重，好像塞住了，又痛，很不舒服。但是我也没吃，因为他不是一直痛，因为偶尔痛，偶尔不痛，给你感觉而已。当然我也写排位，写排位，但是写一写一整天，还是感觉到偶尔痛，偶尔不痛啊，特别。坐起来，昨天要去居士家里，他们家很多，然后有佛像，结果一下车特别痛，哎，这个有感应，那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回来就问了打坐的菩萨，我说这个我这个痛不容易超度，一定有什么因缘，我完全不了解，帮我打坐看看嘛。然后他说：“师父，过去你听信了小人之言呢，斩了人家的头，啊。”我就像一听啊，哎呀，我很惭愧，但是对方没有要伤害我，他没有让我痛到不行，他只是让我偶尔感受啊，一定是因为我做了很大的功德，特别元月一号我们大法会，我超度我妈妈，我说我妈妈上品往生极乐世界，结果冤亲债主没有啊，啊，他也很痛苦啊，所以我就跪下来，昨天晚上跪下来，他们叫我吃药，我说试试看，不要吃头痛药一吃，当然马上可以压下来不痛，啊，麻醉你的神经嘛。所以，然后就跪下来跟他忏悔。我发愿啊，如果以后我再对你这样，或是对别人误信小人之言，
乃至我生生世世让我做有权利的人，我宁可断我的头，也不去断对方的头。啊，我虔诚的向你忏悔啊！所以，如果我在这个恶业，我宁可自己断头。当然，我做了很多弥补啊，我帮你救救牛啊，要被断头的，也希望你能够体悟到轮回的苦，一起修行，发菩提心，跟我妈妈一样。啊！我用我的身口意所说功德跪下来供养你，我就跟他说说说，一拜啊，拜了第三拜，头好像触电一样，然后就怎么样，不会痛了。对，问题是，我这个讲法是我亲自的昨天的体验哦。我想佛菩萨这样安排，就要让我告诉各位啊。怪不得一个女孩子脚痛痛了一年，怎么挨也不会好，越来越痛，因为她所有的功德就是希望她自己不要痛，没有想到对后麦田啊，这种私心，没有悲心，没有惭愧心，医也医不好啊。所以各位呢，哪里痛，不要去捏她叫你不要痛，而是要去对不起，我给你麦田啊，你莫来生气，紧的。算就 OK， 卖点，那他一定说 OK 啊，所以而不是说，哎，你去谴责他，或者我为我自己，所以有个私心就没有悲心，就没有空性。哎，各位这一点一定要，就像我在这边讲话，我不能有一点点在表达，我有一点口才或是怎么样，没有，要有纯粹希望这个说法。对当下的各位有帮助，也懂让各位懂得如何忏悔业障，让冤亲债主高兴往生净土。因为冤亲债主离苦往生净土，那当然你也离苦啊，不要为你自己而修。所以比丘总带三分病，只要这个世界有众生在病，菩萨就要感受病，透过菩萨的这个感受的病，去感受到众生的苦而化为悲心。所以从头到尾不能有一个我，连喝水都没有我在喝水，所以都是当愿众生。我穿衣服当愿众生，我走路当愿众生。所以各位今天来守报关斋戒为了谁？当愿众生，当愿冤亲债主，一切都不为自己啊，宁可自己下地狱，众生你们去净土吧，啊，我来承受你的苦。老实说啦，有些人哈，这样不行哎，我下地狱开什么玩笑，至少我也要升天啊，啊，你放心好了，你想下地狱反而去净土啊，因为这是一个愿。所以佛陀说发菩提心才是消除业障，消除病苦，脱离三途，一切为他，你讲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安乐。所以希望你身上有无量无边的苦，你会苦得很快乐，因为我可以承担众生一点点苦，也透过我的精进努力，把这个众生的苦一的转化掉。不过我认为冤亲债主无时不刻不在后面排队啊！你忏悔了今天的冤亲债主，还有明天的冤亲债主，再来还有后天的冤亲债主，他们一个一个想要讨功德，就像你在发饭给人家排队排队啊，这个洞啊走了，还第二个，这你永远布施不完，所以你就永远可以修悲心，永远可以精进。话又讲回来，如果你很怕痛苦，那你就不能修菩萨道。菩萨道是安住在如地狱的痛苦，心却很清凉啊，这个叫空性大悲。大悲就是承受众生的痛苦，但是内心里面却没有一个我在痛苦，痛苦的本体也是空性。各位好不好？很难呢。好好，你随便讲，我们等一下一起去跳舞啊。所以你只能说我要多观修，但我有惭愧心，但是我们还是自私的，我卖田，我卖田，我来走两就欢喜，我的田我的嗨嗨嗨。所以
自己就会很容易退转。所以我想，我们就像一个救火队啊，就像一个船长一样，这一艘船快沉下去了，只要有一个船员没有离开，我船长永远最后一个离开，要有决心，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所以我要解释的也是最重要，上等根器。在这种上等根器来说，八关斋戒那一日一夜真的是改变世界的命运。一个凡夫受八关斋戒，天人会供养你，你的脚上的泥土。那一个菩萨受八关斋戒，世界跟着你而改变。所以人可以影响世界，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可以影响三千大千世界11500年。所以一颗圆满的菩提心非常重要。所以各位为了如此，要很谦虚的征询别人的意见。所以啊，每个人就像你，我在这边讲话唱诵，声音好不好，内容好不好，你要很谦虚的问人家，很想知道我哪里可以更进步，因为我真心想要服务别人啊！你千万不要说你不能批评我，你不能讲我啊，爱面子，自尊心高，骄傲对你都没有帮助。有些人虽然不骄傲，那是懒散啊，反正这样就算了，这样就过了啊，日子一天一天就过吧，那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要缘起对所有众生法界的悲心啊，一定要让你的精进减低他们的痛苦，来让他们解脱成佛，要一直如此，但是却自己保持在无我的三轮体空的，没有我，没有你，没有这个法，或是这个痛的这种状态里面，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所以我想动机决定一切，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发起这样子圆满的悲心，受八关斋戒可以不堕落三恶道，七世升天。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受八关斋戒给他守好，那你至少20小劫不会下地狱鬼道畜生道。快不快乐？快乐啊，你宁可跟你儿子说来跟妈妈来，为什么？给你10万块，你如果坐一条马上念，这样。所以划得来啊，给他100万就划得来啊，不然哪一天他车祸，你要花100万也划不来啊！啊，消除这个业障。所以问一下，今天这一辈子第一次受八关斋戒的举手，我们大家给他鼓掌哦。这下叹掉啊，好，八关斋戒功德太大啊，所以就可以不堕落三恶道，直趋人道天道。哪怕你是杀猪的啊，所以我们监狱死刑犯，我们都劝他说八关斋戒，虽然可能他会面对死刑，搞不好改判无期徒刑，那至少他前生守完不会堕落了。而且各位，特别我们在超度地狱道鬼道畜生道，更我们更要精进守八关斋戒，以这个戒的功德让他们脱离三恶道。或超有漏三界六道，哪怕你做上帝做富贵人，都是有漏生死不究竟。世间有各种的宗教，各种的讲法，那个都是存在的，但是佛法是可以究竟解脱的，究竟涅槃的，所以万法平等的，所以可以超越有漏生死而登上解脱成佛彼岸。五圣运载修行分作人天声闻缘觉佛这五乘。那当然刚才讲了，不一样的福报发心，不一样的目标啊。斋体是一种心态，求这个心态就按照你的发心，你是求解脱，你得到这种解脱的戒体，你是求成佛的菩提心，那你今天得到的是菩提心的八关斋戒。那菩提心的八关斋戒，哇，跟解脱的八关斋戒功德差太多了。菩提心的八关斋戒是200万劫不堕落三恶道，富贵自在；解脱的八关斋戒是60小劫，那没办法算了。所以各位要随时保持一个圆满的广大的动机。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各位真的要花脑筋去思维。修行不是从外表来看啊，你拜佛拜一万拜，有时候输人家拜佛拜十拜，因为他知道拜佛具体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你念佛念十万声，不见得别人念一万，搞不好念一声就超过你，因为他了解世间轮回苦，发菩提心，信愿往生净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在这一天，那我们内在的动机决定我们功德的大小。世间人有斋戒，伊斯兰教、印度教都有斋戒月、斋戒日，甚至外表上看起来比我们还严格。特别伊斯兰教，整天白天都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都不行的斋戒月啊！再大的战争也不能打，全停啊！遵守，遵守。再大的恨都会遵守了，所以那佛的斋戒是中道的，中道的，所以相应于解脱，相应于成陀、成佛，而且面面俱到，缘起啊。人哦，这个心态，有些人有嫉妒心很强，讲话就是口水口水，人家比他好，他永远就不爽不爽，嫉妒嫉妒啊，这个心态已经没办法。就像有些女孩子问她老公好不好，没人供了，怨，因为她对不起我，她外面有女人，她怨一辈子啊，她心里已经没办法改变。我们现在前面这个坛城有没有越来越庄严啊？佛像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庄严。每一尊佛像，你要了解这尊佛像表的法是什么啊？就像看到地藏菩萨，哎呀，太佩服了，这么孝顺众生，对不对？看到观音菩萨这么慈悲，看到力度母，看到莲花生大士，啊，这么庄严。特别我们义工菩萨太慈悲了，哇，这个流产胎儿的坛城，慈不慈悲？真可爱啊，这小朋友快乐啊，对不对？这么多的玩具啊，色彩啊，快快乐乐啊。只要你有一个惭愧心，我们大家在给他功德快乐，他一定超度啊。就怕你没惭愧心了，你把他杀了，把他堕胎了，你不要他了，甚至不小心流产了，我们都要虔诚的跪下来跟他忏悔，表达妈妈对你永恒的爱，直到你成佛。这样啊，千万不要卖听卖听，跟我离开啊，我就听，我不爱听。但是他很痛苦的，你都没有感受到他的痛苦，你只有感受到你的痛苦，所以你就超度不了他。这一点是要尽力的。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有堕胎还没超度，你在家里一段时间就要这样摆一摆啊，对他很好，妈妈给你喂牛奶，给你念念经，给你讲讲好听的故事，让你安一困，对不对？让你好好睡觉，他不可能不超度。但是你都用很严肃的，我跟你人得中间，哆哆哆哆哆，也不跟人家讲好话，也没牛奶喝啊。然后呢，你光听照，我还念你在一边来，你给我们照，有一点没有妈妈的爱。所以我想大乘佛教啊，我常常很多跟法师说，法师你都不孝的，你实在出给他就不敢玩的，你不爱众生哦，啊，你也看了众生就欢喜，是没该。怕酒喝，你老母你白，你也该怕酒喝，你招闭起来要怎啊？啊，我病多，跟你恭维，我跟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你嘴巴念佛，心里没有佛嘛？所以佛要接引所有众生，打开心门，接纳众生到我家来，到我的净土来。所以，那我们要真实的改变我们的想法、个性。以及给别人的感觉，我在这边强调啊，一个真实发心受戒的人，连天人都爱你、尊敬你，因为你的威仪、你的心态、行为太慈悲了。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就像一个孝顺父母的人，我们想到他，我们被他感动啊，他这个身体有无量加持。因为他身体来自于父母，他用他的身体去服侍父母。那这一点我们
修行人不分在家出家，必须从我们待人接物的威仪、心态、语言、脸色来表达，来表达。所以你要从内心里面，从内心由内而外，由中的那个，你要天天一直练习练习。然后你观想完以后，碰到人你就要开始练习练习，对他们很热烈、很亲切。所以你所讲出来的话、念出来的语言、声音、写的字，都有加持力的。摸到你的衣服啊，生气的一摸，不想生气，因为你有不嗔恨的功德。所以我想，像我这个人，每以前人家拿水给我，三杯水三种味道，同一瓶水倒出来的，这个喝会生气，这个喝会有嫉妒，他们都有加持的。哦，喝了拉肚子，这样。所以，但是如果一个老和尚给你喝，哎呦，这个就甘露啊，不一样。所以我想，东西没有贵跟不贵，就像一个女人啊，最爱的男人送她一支5块钱的笔，她会觉得那是50000美金，很有价值。心态决定一切，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心态。什么叫大乘的八关斋戒？来，我用今天来爱众生，来爱世界，就是你要这个叫八关斋戒。不是我躲在房子里面，如果你是修大乘的，大乘的八关斋戒，你在房子里面念20分钟念完了，赶快利用今天还有20几个钟头去服务老人院，能够帮助的尽量帮助，山下河边有众生的地方，保持那个念头，这个叫大乘的八关斋戒。敬佛陀住，做一天的菩萨，而不是小乘的做一天阿罗汉，但是以阿罗汉为基本的，对世间的不执着而升起一个大悲心，要一整天来做啊！就像刚刚我要受戒，我们瞻日法师叫我师父抹一个最好的檀香油，会让你一天都香香。我讲到现在还在香，意思是说，你守八关斋戒的人，你整天要香香的，好不好啊？因为你身上有戒的香。逆风天上都闻得到，因为有戒香，不可思议。所以我想一定要让别人感受，为什么你今天不一样？因为我守八关斋戒不一样啊。如果各位你今天回去谁归刚阴道郎龙伯公力不一样，那你失败再来，哪有那么没有不一样，连个味道都一样啊，眼神也一样，敏闹敏吵啊，那你怎么这个佛法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嘛？所以我想佛法必须从心态行为，就像我出家了，最近因为我妈妈往生，我很多在家的亲戚朋友来看我，跟我讲话，就说那时候我就那就我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我出家跟在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到底差在哪里。而不能说、哦、反正你出家、哦、大哥没出家、哦、老三出家没什么不一样啊，那这样他对他也引不起一个善根、啊、所以缘起就是为了众生，你要警惕自己，你不能随时有一个不好的眼神不好的动作，就像各位现在平常在家里翘二郎腿，你给他翘翘看，这样不好意思，你给他抖抖看，那地上都是黄金啊，所以你在那边踢这个牙签不好看嘛，对不对？所以叫威仪戒，不犯威仪，你要懂得兼顾别人，你不能只有自己想要怎么样，就像我们前面的法师你看现在做的多端正，都没有在打瞌睡，要威仪供供供供供书供用供丢那叫做老气啦，听到声都困，所以但是这个都是既然这是个责任，这一点我从我师公在跟应顺导师讲话，椅子永远坐1/3，不管他在哪里，他想到应顺导师，我师父想到真华长老，永远不靠背。师公怎么讲？你师父这样，他们那种军人的忠诚都永远在啊。就像我们讲到我们国父，我们叫合掌，对不对？写字前面要空一格，佛陀也要这样。啊，讲到南无阿弥陀佛，要很认真、很尊敬，
他说那个人叫阿弥陀佛咯，你造了几百个口业，我跟你说你把阿弥陀佛拿来侮辱了、啊、所以你提到阿弥陀佛你要很认真，我的生命愿所有众生皈依阿弥陀佛，所以你要让自己每天重点就要保持几个正念，提到佛陀看到佛像就像我们刚刚在念像我要弄得很庄严一样。所以第一个念佛，所有的佛如何引导众生的方法，慈悲导师，这一点各位要花很多时间，而不是说念过就算。药师佛怎么慈悲，本师释迦牟尼佛今天会发给各位以前发过的，释迦牟尼佛因地发五百大愿，太感动了，太感动了，你要成佛也要这么发愿啊，太慈悲了。第二个念法，佛陀离苦乃至帮助众生的方法，所以三世佛母，第三念身。什么是身呢？按照佛的教法在实践的人，出家人乃至发心的菩萨，那是人天福田。所以各位做人要做到，你台湾你希望台湾安定，你希望台湾更和谐，那不管现在有什么样的啊不圆满的状态乃至天气传染病，但是为了如此，我一个人要发菩提心持戒，请问你一个人发菩提心持戒，猪瘟会不会进台湾？就不会了。台风会不会转向？如此，真是如此。所以我想你不要用心机用武器去做什么事情啊，你要用你的法的力量。所以一个发菩提心按照佛陀的教法在实践的叫生切人天福田，天上也好人间也好，因为你的存在而幸福进化，真是如此，可以叫人天福田。第四念天，那只要能够持戒，一念三宝持戒，必定升天，都率天最好了，极乐世界。第五那就好好的念戒，改变进化，一个脏的东西变干净，好不好？太快乐了。所以一个持戒的人一定感受到，让别人感受到身口意的清净，内心的善良慈悲。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说你的心让人家怕你、哎、这个人我不敢跟你讲话，我不能跟你讲，讲了你会生气，很多事情不跟你说、秘密跟你说，你会讲人家坏话，心不好的人大家最怕了啊！所以各位你的心像莲花一样清净，所以讲话行为都是如此，要持戒。更重要想了众生苦，念布施普遍，就是没有分别的救济所有贫穷痛苦有形无形的众生。天人是法贫啊，有钱人叫法贫啊，就是虽然有钱但是没有佛法，你可不可怜啊？可怜的要命啊。那有些人是世间贫穷，那鬼道是恶鬼苦啊，所以各种的贫穷痛苦众生，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不能光回向，回向是要回向，要有实际的行为。各位要发愿，愿生生世世啊，不管让你做皇帝，不管让你做军人，你都不会去杀人，不管让你做动物，你也不会去咬死其他的动物，你要心里不断发这个愿啊、哦、不然的话各位这辈子很会布施，修了很多福报，来世让你做皇帝，那这下可惨了啊，一个不爽死了多少人啊，伤害了多少人，这一点要非常小心。第二不偷盗他人财物，永远永远宁可穷死也不要贪污设计别人的金钱。各位以后做生意要做到什么？赚你的钱我很不好意思啊，这样了解吗？就像爸爸妈妈跟我们买东西，我们哪好意思给他赚钱，但是生意人会奸商，奸商赚的多是我力量我好啊，我福报大啊，我技术好啊，很高兴啊，很狠啊，很狠啊，很毒啊，很贪啊。所以有钱人不见得会有好日子啊，你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做医生，你要是赚大钱最后一定病得很难死啊，因为做医生做老师做法师这些做这些公务员都不应该有这么好的私利，因为我是以服务别人为准，根本就是利用服务别人来做想自己的贪呢、啊。
那就这也是一种不好的偷盗啊。所以我想不希望，所以另外来，宁可贫穷，贫穷是我们最大的快乐啊！你要如此啊，自己有钱不享受，都要孝养父母，照顾家人，帮助别人，要有这种利他的思想。自己呢，就像天天八关斋戒、粗茶淡饭一样。第三，全断淫欲。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解脱最大的障碍就是贪欲，最贪欲最强的就是男女的性欲。所以佛陀说了，如果这个世界也是在一教经里面时时刻刻有这个男色女色的影响，就没有人可以解脱生死的，因为这个动力太强，就像一只流浪狗看到母狗，他们一下子就控制不了，乃至咬来咬去，所以这个是最大的轮回的动力。所以各位呢，八关斋戒练习啊，全断淫欲，你能够一个月一天，变成一个月六天，变成一个月十天，然后自己就会觉得很有生命的力量，很清净，夫妻和谐。所以今天男女之间、夫妻之间都不能睡在一起，乃至同一个房间，要练习耐得起孤独啊。所以不要有一个感情上的依赖或者肉体上的执着，要开始练习，如果你要解脱生死。乃至第八，离非食食，人与食为天，大家要吃吃吃，还要研究怎么好吃啊。所以但是今天不行，中午吃完一直到明天都不能吃东西啊，伟不伟大？早上七点吃一下，中午十一点半再吃一下，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只有这四个钟头吃东西，二十个小时都没吃东西，伟大不？太伟大，这样也可以过日子哎，啊，何必整天都在吃呢？啊，所以你家狗一天吃几顿，你就吃几顿就好了，啊，所以那但是人就认为吃是一种享受，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吃。如果你受了戒了，又故意去吃，来世做大的动物，像熊啊、大象啊、水牛啊，让你吃不完了。啊，所以就堕落畜有福报的畜生道，所以叫过午不食，一直到明天六七点有光相，就是不见得看到阳光，就是已经亮了，自动舍戒可以吃东西。当然，如果你是糖尿病，一定要吃，那有要有惭愧心。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成为出离世间。往生净土之正因，解脱生老病死痛苦之根本。所以各位这一点要记住，生命真苦，从出生到死都在苦的状态，真是如此啊！一顿饭不吃，水不喝，一点点小小的皮肤病、感冒、痔疮、胃痛、酸痛，就让你每天跑医院报到啊！啊，所以真的是苦得不得了，而且不是光老人，儿童医院也都客满了。所以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生命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解脱痛苦，这一点一定要抓到。世间的金钱就像麻醉药，就像毒药麻醉你而已，爱情、金钱、地位只是在麻醉你。而且最近报纸很多的有名人都提早死，对不对？不小心走路就死，拿个电话 Hello 挂豆啊，注意力，打个手机在开车也会车祸，而且快速的时代的因缘很容易发生，所以各位要一直思维这个苦。当你去看到别人痛苦，要想到自己，让你看得见的都跟你有缘，也跟你有关系，都有这个共业，你要马上升起出离心，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八关斋戒很殊胜，诸佛菩萨太慈悲了，为了让各位相信，只好做一个假的佛像，让各位相信它真的存在。事实上你只要一合掌，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下现前。但是呢，当然有法身、报身、变化身，看你的功德。如果你已经证入空性发菩提心了，看到的是法身阿弥陀佛。
所以，但是凡夫至少看到化身阿弥陀佛，不是说看到，就是他会来加持，马上在你头顶。这就是佛菩萨的慈悲。所以各位一定要每天一有时间祈请诸佛菩萨，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他刚刚你呛来呛去啊，啊，因为诸佛菩萨是遍一切处，就希望你一直念他，最好你天天整天都念我阿弥陀佛，睡觉都在念我名字。因为阿弥陀佛成佛，就是希望你念他名字而得解脱啊！所以各位要不断的祈请，而且既然祈请，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一定来加持，因为诸佛菩萨都希望我们大家得到上品八关斋戒，也希望我们满愿现世者消灾，往生者超度，世界和平等等等等。所以以后各位早上看报纸，又看到什么重大灾难、重大事故、重大变化。赶快那天守八关斋戒，好不好？就是在家人能够做的最高的功德，就是以八关斋戒的圆满的心态去做世间的布施等等。所以你把动机调到你在家可以做的最圆满的，然后呢去广修功德，这是我们对世界的责任。我必须告诉你，观不是用眼睛，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眼睛是有分别的。哎呦，这个帅，哎呦，这个性感。那你眼睛有分别，有分别反而让你不好修行啊。那这个观是由智慧的了解很清楚的，你有信心，你智慧的了解，所以叫观自在。你能够观自在，透过智慧而断除贪嗔痴，了解空性，找到佛性，内观自在，不会被外境所干扰。有些人说我平常都脾气不错，你只要不要惹我啊，那你哪里算修行呢？修行就在逆境里面才知道你有没有修行啊。所以那各位一定要经常去观赏各种境界，然后事实上看到自己的佛性啊，原来我内心是圆满的佛性，那有什么好生气的？就像您身上有100亿美金，啊，这是小 case， 你要1万2万骗我随便跟你结缘，跟你结缘，因为我有100亿美金，你拿不完呢。啊，因为你圆满了佛性，看到自己的本性，这叫禅宗的自性本具足啊，你也可以从这样来修啊。但是透过外在的诸佛菩萨加持啊，也看到内在的佛性，这样最好。所以各位要经常修观，诸佛菩萨来了，所以16观经，然后我们去观想西方极乐世界诸佛菩萨的啊相好庄严，你都要观。而且呢，了解诸佛菩萨的愿心啊，这个是修学佛法很重要的思想的建立。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你要看到一尊你喜欢看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身像、手印，进一步想到佛陀的心，所以你在家里要练习习惯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哦，极乐世界莲花中出现阿弥陀佛。最主要是阿弥陀佛的悲心，用这样莲花接引的所有鲁母众生，愿他们往生净土，由外而内去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禅定跟信心。这个时候，你的心跟佛会合在一起啊。所以，而且你的心跟佛合在一起，你念佛，众生也变成阿弥陀佛，也会坐在莲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当下都在念佛以及净土的状态。那要不断的练习做观，所以大乘佛教每次会用唱的，事实上本来这个都是用跪着唱着这样啊，香华音这样，大概鬼故的 keep 音，现在还不行啊，但是已经在家里你就要自己想办法了，但是你要很认真，因为这个跪代表身体的恭敬虔诚，也消除你身体的骄傲。一个女人呢，身材好，年轻，她就有点骄傲。你有看到我不？啊，而且呢，要把这个身体的业障消除掉，不但不要有骄傲，所以把自己的凡夫的身体要转为佛性，啊，这样又虔诚，然后诸佛菩萨被你感动，所以而来加持你，身上的癌症都可以一下净化掉，你不用想太多，因为佛菩萨的力量遍知一切，你不用。不用求佛陀，我还有香港脚，你不知道。
你不用讲啊。所以因为佛菩萨不可思议，所以各位你要从真实的修行去得到佛菩萨的感应，而建立起不退的信心，而去给别人信心。哎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什么癌症没有问题，生死的问题见到佛就超度没有问题，好好跟我念，要自己有感应到才行啊！所以各位一定要练习真实之啊观修，所以各位能够认识更多的菩萨，以及了解这个菩萨的愿跟慈悲，对我们帮助很大。还有各种的历代祖师，就像智者大师，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所以每一尊佛菩萨会示现成人的形象来引导我们修行啊，这些祖师大德、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等等，这里面要念的我的师公真华长老，真华长老给我的最大的加持跟要我做的，就是要念一下劝人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念佛生净土啊，这就是老和尚的法身啊，他永恒的生命啊，借着肉体来传达。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发菩提心，受菩萨戒，上品往生，趁愿再来。希望各位一定要多去接近这些善知识，因为这些善知识身上就有佛陀的教法让你感动。如果你心里面都存在了这些善知识的，你被他的慈悲心，被他的精进感动，那你永远充满光明。所以古时候人说，有接近老和尚，接近善知识，他永远有传承，有加持，因为你会记忆犹新，就像你看到佛陀一样。这一点永远记住啊，千万不要说啊，我自己修就好，我看看几本书，看书是一种知见啊，当然有增加你的知识，但是你去接近这些真修行者。所以各位都知道，我很喜欢跑任何国佛教国家，不分南传、北传、藏传，这些我都会去探听有没有老修行者。这个老修行者一定要去参访啊，去礼拜，去接近啊，然后你就会被他感动，你自己也会就像我们这个冰块碰到阳光，冰块就融化掉，你会被他感动。所以那被我们的老妈妈感动、老阿嬷感动一样，在世间的感情是如此。那站在佛教是被他的慈悲跟智慧感动，不然你的心呢，那就永远硬硬的、卡卡的、格格不入的，跟人家合不来的，那就是这就很痛苦，因为心中没有善知识。再来，护法善神太重要了。事实上，你世间的所有的善业，特别各位你要做事啊、金钱啊、人啊、物啊、利啊，都是这些护法善神，就像智者大师。伽蓝菩萨的神通力，哇，是盖一个大庙。意思是说，今天你有一个正确的发心，你要买一块土地盖一个庙，你有这个愿，这些护法善神就会安排各种不可思议啊。所以你要相信，只要你的愿正确，他不会让你去攀缘的。你只要不断的实践你的正念，希望各位在家里每天都这么做，上供、祈请。礼拜供养下师，你要读地藏经了，你要打坐了，啊，一定要祈请三宝护法神。你可以把仪式弄得很简单吧，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一切护法善神，我今朝请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六道有情，那就上供下师，那这样你才符合大乘的对上的虔诚的菩提心，对下的大悲心，而且呢，才能够真正达到无我的空性。无我不是没有，是合为一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叫无我，你等于我，没有分别叫无我。我们现在有分别，我要健康，我不要生病，我要有钱，我不要被骂，爱面子。记住，记住，记住啊！有些人修行很久了，很爱面子，不能讲他坏话。不能给他一点怎么样，因为他一直耿耿于怀，这代表你强烈我执，你没办法进步，记住啊。所以有时候以前我师父都是看你很爱面子，丢一个钵给你，干嘛？站在市场门口，他就走了，他不来了。
哇，这太丢我脸，我出家呢。我师父说，就是你因为你爱面子，他故意要磨磨你，你看一下你都不行，一下你都不行。那有些人去剥去偷剥，还会变骄傲，嗯，我很伟大，锵锵锵。那我师父说，那你去扫地，你不要偷剥啊，因为一切都是对治你自己的方法，没有哪一个对，哪一个错。那我也很有福报，我的师父脑筋比我利得太利，灵得太灵啊，所以帮助我很大。就像我们以前法正老法师，那个像有神通的心一样啊，所以活到106岁，那对我帮助很大。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修行，不分在家出家，千万不能爱面子啊，有个个性，你有个性就没有佛性了。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就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来参加法会，为什么回去又有冤亲债主？不参加法会，啊，你不是把他招请来了吗？那你没有把他给超度啊？那你法会的过程也可能有哪一刻是疏忽的。但是这个冤亲债主本来要让你三辈子受苦，然后黏着你三天，那代表你修得还不错吧，对不对？三天就过了嘛。因为你不可能说欠人家钱然后回向就不用还了吧，你总要有一点弥补吧。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就不用怕，要精进，要不断的努力，希望我们这一辈子就可以把累劫的恶业冤亲债主都化解开，对不对？下辈子过去以后从极乐世界再来，那你就毫无障碍的利益众生。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障碍也是一个修行的助缘，障碍让你更有空性，障碍让你更有忍辱，障碍让你更有悲心，障碍成就你的菩提心。所以对修行人来讲，所以他就像喝甘露一样的接受一切，那永远如此。我以前都会请几个会打坐的问一下，现在佛菩萨有没有来讲给大家听啊？不然很多人真的吗？讲不相信，念老半天还打瞌睡，佛来了你还睡啊？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有佛啊，哪念哪捆哪想啊，还边玩手机啊，就代表他心中根本没有佛。所以各位，佛是不生不灭的，法身永在的，一称念一感应，感应道交就来的，所以100%。只是佛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一样，它是安住在空性的，却显现形象的，即照合一的。所以在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那既然佛菩萨也来了，那冤亲债主也来了，痛苦众生也来了，我们是个中间者，我们带着众生也虔诚向他们忏悔，那佛菩萨一定加持，对不对？就像三昧水忏悟达国师的虔诚忏悔啊，尊者的加持，三昧水一洒，累劫的杀业就消除了。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虔诚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要从你的忏悔里面得到感应，不可思议的感应，而且不照光你自己，替整个众生啊！但是现在现前报纸上看到，在你的周遭发生什么业，像我一样，很多人传各种方法给我得癌症死亡，我就很认真，因为这是我的缘嘛，我就尽力，因为找得到我的人很少啊啊！但是既然找得到我，那我一定很认真借这个助缘，就算他没找我，我每天也会，现在有网络 Google 一打啊，战争死了多少人，那个死了多少人啊，到处都有苦难啊，所以为他们来忏悔。一个人要得到持戒的功德，智慧的功德，如果你有业障是没有办法的啊，业障是外在的，烦恼是内心的，这烦恼业障不消除，你得不到智慧的功德，你还有习气而得不到大乘的佛性的功德。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很积极，非常的积极去忏悔。所以各位每天都要虔诚忏悔，也带众生忏悔，更向众生忏悔。为什么？大乘佛教的目标是众生，只要有一个众生未离苦未成佛，都是我们的过失，我们的不圆满，要如此。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一个人喜欢独处的人很危险。我们是说耐得起孤独，而不是说我喜欢独处。你跟任何人相处，都让别人感觉到你的温柔、你的爱、你的亲切，大家都想跟你在一起。请记住，不然你没有修大乘佛教的资格，你令人讨厌啊！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让觉得很想接近你。所以我们所谓菩萨道，就是要修到每个人都可以接近你，从你身上得到佛光，得到你的持戒功德啊！你一定要告诉你这样。如果你不能如此，你有孤僻的观念，反正我也做了不少功德，收了一点戒，我没问题啊。啊，自己关在房间多快乐，没事在后花园散步，那你一点也没关心众生啊。所以在这一点，看到众生要接近，就像我师父说，没事多去外面，因为公园，我们或者讲到前面是公园，很多老人都要走去啊，都要在开杠啊，干开杠，我说你不是叫我读经开杠，你嘛读佛经要跟他们讲啊，他们听的不是空性因果，要学讲话嘛，学微笑嘛，先对他们好嘛，替他们扫扫地。哎呦，这个年轻法师来了，长了脸白白还不错，你看，帮我们齐桌，把雕斗龙经给他请去。我真的去做，我师父叫，然后就是人家，然后我另外一个师兄弟更好，他不整理，人家把雕的变成倒花呢。我说哎，你先，他不要紧啊，师父不是叫人来。啊，两个人去观念差那么多，啊，这点我师父的伟大，啊，所以他叫我去面对那个面对，因为不然改变不了我的习气，我在家习气很重，啊，至少我可以感受到师父的爱，我要去调整我自己，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不能独善其身，要兼善天下，要影响别人，这叫大乘。当然我也帮助众生一定要改变自己，不要让自己的缺点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缺点压力，那不好。就像一个老板，你看以前人家都会怕我啊，那这样是不好的。但是我认为修行的压力像正化长老不一样，谁愿意接近他谁一定得到加持，不打你就不错的加持。因为正化长老都是一针见血，一针见血讲出你的修行的缺点，要求你什么，连穿衣服走路，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去接近他，这样也进步不了。但我最大的福报是长老很喜欢我啊，因为我在他面前一切都表现得很好，对不对？这是我伟大的地方。长老喜欢跟我睡同一个房间，我每天把他床铺好，他要打坐，他打坐好又给他弄好，这小子还真会服务，他不知道我搞过饭店的，洗过浴缸的，终于拿来用，提过行李的，行李员洗浴缸破塔我都做过的，帮他弄得很好，他在讲什么我就写笔记，哇，帮他整理稿，哎，长老爱我爱得要命。所以那你这样你才会让善知识欢喜，你才学得到东西，那一般出家人不敢接近，哎呦，正法长老真凶啊，离他亏也，不要跟他在一起，免得啰嗦，那就不想进步嘛。见光死，那你要有那想，最好长老骂我打我，我才知道我的缺点啊。严师出，我不是说我是高徒了，那至少让长老欢喜。正法长老连往生都交代我，海涛法师交给你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福报嘛，所以要得到师父的加持，升起悲心，当愿这个世界所有众生不要偷盗出家人寺庙的东西，因为会下无间地狱的。进一步还发愿，愿以偷盗者的业我来承受，所以各位要多替他们去供养三宝。哦，你偷儿子偷钱，妈妈拿钱去还寺庙，那这个意思一样啊。因为你爱儿子嘛，所以这些偷盗你不但不怪他啊，你只是想要影响他、感化他，而不是去伤害他、去指责他。请记住啊，如果一个人很喜欢用指责别人说你错，这个毫无悲心可言，毫无悲心可言。悲心的人是你做错了啊，就像我小时候做错一件事情，我妈妈就哭啊。哇，我非常难过啊，我让妈妈哭啊，我实在是太对不起妈妈了。
所以妈妈打不打我都不重要，她哭我就决心从今不再做第二次这种事情。我有一次拿石头，有人欺负我，我就拿石头往空中丢，我哪里知道那么准，就丢在她头上。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只是一生气了，这个就是业力不可思议，对不对？而且他们是两个人呢，也不丢在旁边，就是那一个人头上呢。有他阿嬷就来，哎，看你干那那那，然后我妈妈就在那边哭啊，我怎么教这种儿子啊？所以我心里，我这辈子不再拿石头丢任何东西，不再丢，连水我都不丢。他们在玩水拿石头，因为我一辈子不会再拿石头丢东西啊。所以希望哪一天你要发愿，一辈子不拿刀去杀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要。老实说，各位，你开的那部车是不是一个刀啊？那部车会伤害人的。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菩萨戒就叫你不要开车？你要开车要戒慎恐惧啊，因为随时会就像昨天一样，那个车稍微转不小心就插到摩托车，哇，那个人搞不好就死了。我担心他头去撞到那个石头下去的时候，所以这样就伤害了一个生命，一个疏忽啊。所以在这一点骑摩托车真危险啊，但是又没办法。但是各位就希望自己不要有这个业，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圆满的心啊，这种过去的业缘也不会现前。这个修行就是修解脱，就是在性感的男人女人你都不会有欲望，这个叫解脱的心啊，这个叫阿罗汉。阿罗汉就是你不可能勾引他还俗的，对你来讲，你脱光衣服，他看到的是骨头啊，不清净的。对菩萨来讲，看到的都是母亲啊，伟大的母亲，没有男女欲望了，只有一种悲心呢、啊。所以各位要知道自己的心有没有到那个层次，但至少要从戒开始做，由戒行为的约束，再由心的约束叫定，然后再是慧心的解放。哦，终于没有贪嗔痴了，哦，心的解放了，自由了啊。那各位呢，对于年轻的法师，请你要尊重对方，年轻的比丘尼，年轻的比丘，因为你要知道他们年轻啊，很容易年纪轻轻啊，很容易被影响的。你找一个漂亮的男生女生，多跟他讲两句话，他就如果跟他过去有缘，他一下就还俗了，不然他的菩提心就不见了。有些人是没还俗，他心里就意念的他，哎呦，这个影子挥不掉啊，对不对？因为你故意去影响他，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啊、真的要有一点惭愧心啊。如果说今天你不得不跟法师讲话，你是个异性，眼睛不要看法师，眼睛不要看法师，你的眼睛就在说我爱你，很奇怪。因为你避不了了，你外表讲什么话，你内心在用什么，你眼神可以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一点你就是在破坏法师的修行。因为法师会起心动念，因为他也是凡夫啊，所以这叫破身你犯行，让他起心动念。然后意思你又开放啊，多跟我联络啊，留个简讯啊，留个 line 啊，然后就开始你好我好的。所以这个真是问题。然后哪一天找个机会，师父你要出门吗？是，顺便我坐你的车去约会去了啊，太多太多这样的。那这一点我必须强调再强调啊！男男女女之间，你只要有个特殊感觉，你就不要接近他，因为你有特殊感觉，就代表有这个缘，你要小心。那也不要特别，我们就站在法的立场，也不要故意去勾招对方啊，因为人就是有很喜欢续前缘啊，追求那个感觉，对你没有帮助，更伤害了修行人了。如果你修行了老半天，那个业障还是一直都在，这你真的要反省了。真心的忏悔不够，第二个发菩提心不够，发菩提心重在如雪山的业都可以冰掉，怎么可能发菩提心不消业障？所以往往都认为自己有真实发菩提心，所以那是误会了。所以发菩提心一定会有感应的，发菩提心可以改变宇宙的啊，那各位这一点要守护。什么叫菩提心？发菩提心一定要发愿，诸佛菩萨的本愿要变成我们的愿力。我再提醒一次，各位如果皈依了，真心皈依了，
以后做什么决定，所谓新的意志的决定，不能够离开佛法的思维，不能凭着你的喜欢讨厌而随便说话随便乱想，因为这样又离开皈依法了啊。虽然对方真的是很对不起你，很伤害你，你还是要站在悲心来引导对方，而不要去调侃对方、批评对方、排斥对方，不然你就又离开法了，那就好像伤害你三皈依的戒体，这比较痛苦的。特别是想要去伤害众生，一个念头不慈悲，你就破了三皈依戒，破了三皈依戒，你所有的戒体五戒、包括斋戒、出家戒、菩萨戒，通通毁掉，通通毁掉。所以永远要记住三皈依的重要，从头到尾不离开三皈依啊！你现在坐在这边，这里面有好几百人，你要马上有个习惯，我来了，愿我的心、我的功德马上影响他们。就像你带了100万进来，每个人我给你10000，就像这个，马上要你要养成这种关心世界、关心众生的心态，你一定要养成，不能独立于世界众生以外。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空，连接一切，关心一切，互相依赖一切。所以了解这种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因缘关系，所以以好的影响去为众生。所以我们所包括在界，为了整个台湾、整个地球、整个法界，你有真实这个想法跟悲心跟愿力，那你所受的上至佛、下至无间地狱都被你影响，何况你的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但是这个你要平常养成，养成就像今天你是皇帝，你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在注意你，你要有这个想法，你别人都在注意你，你也在影响别人，因为你是皇帝。所以佛陀要我们穿这个衣服啊，所以我师父常叫我穿这个衣服去绕街上，我说师父绕街让大家看，因为人家看到你出家人就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要出家，那出家有什么特别，你要保持这种影响力，不能说出家避世的，我住在寺庙我出家了，我不想要面对众生，因为我以前是生意人，我出家的想法就是我要一辈子静静的能够出家就好了，我来打坐看经典这样就好了，这样虽然我有心，但是我不敢这么想，当然我很想去度众生，但是我不敢这么想。所以但我师父一直给我交代，你要时时刻刻坐在公车上，走在路上，不管走在哪里，你要认为这个世界都是黑暗，你是一道光，所以这个光一到那边，大家都看得见你，你也在影响他们。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苦宅，是一个火烧的火宅，你是一道甘露，你走到那边那块就清凉地，他们站进来就不会被烫到。你要先升起这个责任感、愿力，请各位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同样在讲佛法，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悲愿，他讲出来的法是一种批评、对立、狭隘，他不知道什么叫广大心、宇宙观、国际观、达观。那这一点就像一个女孩子天天都先生儿女、先生儿女钱，有点烦呢、欸、啊！因为你的心已经狭隘，就是有一点执着，有范围，空就让我们毫无范围，而且要展现悲心，触角触到一切，触到一切，千手千眼，要有世间的力量，要有诸佛的力量去融入一切。这一点，所以观音菩萨是从六道到佛，他充满一切，所以叫六道观音。就像各位你这个身体站着，这是诸佛菩萨。然后呢从天道到脚底地狱道是合在一起，都在我身心里面，所以我身心里面跟十法界产生关系，时时刻刻保持这个正念，这个叫绝对空性，这个空性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先升起这个责任感，然后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走路小心，讲话小心，起心动念，因为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别人，所以那你就要保持正念，这就是我们受报观斋戒的意义，然后以大乘的心态来受持，你可以天天这样去受报观斋戒。所以这个世界多了一个菩提心的菩萨，特别是出家人，你走在街上，你坐在哪里，
你就给人家一种潜移默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让别人感受到法的不可思议，让别人也羡慕修行的快乐，我也要来这样来修行。而这一点各位有持戒跟没持戒一定要表现出他戒的功德力的不一样，所以要把这个功德这样来发愿啊。所以愿是对整个法界众生要这样祈愿。现在我们念一个发菩提心咒，那发菩提心咒就刚刚我所描述的，达到了你的心影响了诸佛，因为你跟佛发同样的心，你的心影响了众生，所有众生都随着你，因为被你感动，因为你是个圆满的月亮，也感动了他的心，就像妈妈感动拿着枪拿着刀的儿女一样。所以嗡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蜜就达到了心佛众生心都是在圆满的如月亮的菩提心，整个世界达到圆满和谐。所以嗡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蜜就一直这样发愿，我们祈求的是所有众生都成佛啊！来嗡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蜜，嗡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蜜，嗡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蜜。所以各位开车走路穿衣服不要搞性感，不要搞有钱啊，不要搞这些傲慢或是故意自卑，因为这个都是个人化凸显自己骄傲，这个就失去了一个悲心菩提心。菩提心是要用最圆满的方法啊，最圆满的向好庄严心态行为去感化众生，去影响众生。所以所谓善知识恶知识差在哪里呢？这一位老师或法师他怎么做都是在凸显自己的慈悲，好像我有一点伟大， 我比你们高尚，我们比你们好，你不要接近他，因为他只是拜自己，最后你念我的名字就好。因为他没有成佛不能做这个事情，成佛人也不需要这样做，自然人家尊敬他。那善知识呢，那是一种谦虚，但是他一直强迫自己去安住在这种状态，也想办法去影响别人达到这种状态啊。当然虽然讲菩提心就不能够离开基本的持戒不吃肉啊，千万不要说我讲菩提心我是修密宗我可以吃肉我可以吃葱蒜，那是一种文化，那是一种不正确的没办法的文化，因为他们在这种环境没办法。我们在台湾的环境真好，真有福报啊，所以并不是那个是正确的。因为菩提心不可能吃葱蒜，因为菩提心不可能吃肉啊，菩提心不可能好名好利，所以你很容易分辨。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有这个菩提心观，能够知道什么是符不符合菩提心的。现在有很多人去各种的道场，每个人都想要修行修行，却看到很多人明明这个地方没有菩提心，你去干嘛？因为这样我坐前面啊，这样我交钱啊，人家一直称赞我的名字啊，啊，或是这个地方建筑很漂亮啊，让我觉得很舒服啊，跟人没关系啊。那这些都变成一种享受那种环境欲望，个人被尊重。这个不是，你看师父常打电话给我，海涛法师你都不打给我啊。他就希望人家给他 sign in 他才要来的，这个都不是菩提心。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一定要多读诵大乘经典，然后呢自己发起这个愿，然后去看大乘经典，去看佛的心，你才知道自己怎么去发展菩提心，佛的心也能够影响别人。因为你如果不是菩提心，用一种不好的心跟人家讲话，人家就这个对你印象不好，也会影响到对方的心，对不对？因为凡夫的心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在圆满的菩提心，才可以去影响众生。那你有圆满的菩提心，就十方诸佛的力量就在你心里面，嗡啊吽，就融入你。因为佛菩萨就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的这庄严，十方诸佛随喜赞叹护持。任何一个佛一样，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一个人发菩提心，百千万亿佛都加持你。为什么？他让你更有力量而已。那各位为了一个责任，为了这个众生，千万不要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个性，我就是这种个性了，我没法度了，没安装，那你不放弃了，你放弃了你就没有资格做菩萨，不能去主导众生。
不能够，没资格啊。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想要去主导众生，不分在家出家，做法师，做维罗，敲法器，你没有菩提心的，敲出来就是凡夫的声音，唱出来就是凡夫的声音，那这样就浪费了。那所有的功德，持戒发心发愿的功德，都是要供养众生，供养诸佛菩萨，一点都不为自己。各位要记住 啊，那给自己一点点不行吗？因为你越供养自己，你越多嘛。这个佛教的讲法这么简单，你越布施，你就越有财富。你不要留给自己啊！原来财富是从布施来的，尊贵是从谦虚不骄傲来的，庄严是从忍辱来的。你不用化妆，各位，你现在50岁，你的安光，你的看跟他70岁，不你要怪相，又规天的美人美人美啊美囝的啊，因个吵个老，跟着吵老。啊，那你们怪谁？戏嘛，是该紧拍我爱命。所以，因为不要再爱生气了，不要在那边心里忧郁了啊。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 ACIP 赵吉林李炳莹医生。全球 COVID-19 的疫情也是足紧张的，差不多有20%的人，若是感染到 COVID-19 的话，会出现严重的病症。若是去做 COVID-19 的预防针，就能产生保护力，减少感染严重病症甲死亡的可能性。目前，先予相关感染风险的医师人员甲防疫人员来自 COVID-19 的预防针，就会当帮助疫情的控制。若是大部分的人拢有注预防针，就会当有效的降低 COVID-19 的传播，予大家随时受到保护，拢会当安心的做工课甲生活。若是想要了解较济 COVID-19 预防针的代志，请参详疾管署的网站。那些的嘞，真的嘞，那个做朋友嘞，是吧？的嘞，用嘞上面嘞，你要嘞，用嘞是吧？的讲的嘞，你给他们把么？的嘞，用嘞，给他们把么？那他他妈的，去用个嘞，这用嘞的嘞，他们嘞的嘞，把做这些肉，这些话嘞，用嘞的嘞，那把的嘞，给他们把的那他的，包括要管家嘞。你用那的，平常吃完的用那的，等你这位，等你这方面把某个人五十几年的下水药嘞，干的怎么几年的，他看我老忙不了这个，家里嘛家里的，一般下家的几年这个，几年这个训练，他吃上年纪没多几年的，吃上那老忙不着，吃上痛嘛总出来嘞，这个几年这个吃上两个都把骂他。我妈说像他妈那这三天我想想的有所有的大的人这里忙他这里拿啥忙不这里拿啥送这里把忙过来你把忙不可杀可怕有的今天这个拿啥托他们你把他们有的这里接通了这里一里这里忙这把接这里让这把忙但通过人们啥子这三天两天有的今天是这啥你那是平庸计划的，等于你那计划的，你那计划等于怎么说？可是我到研究设计结果的牛奶的，这就牛奶设计的，我哪里这让的？这个做的什么样吧？另外也是多嘛说的，这不用去问的，你那的你把人家话说，这些呢，这
嘛这康松出个料嘛，这东巴的啥马戏法子，人老了，他那大嘞，对吧？人家吃的你那人少，这拉远么里人脱个料来呗嘞，人家人地方那个，这些都培养上去嘛叫啥啥了东西啊上，你鸡巴他那个人。你不给你那我们做了不去给说妈呀我做好了你他妈他你让你了把那个那啥啥的送你别帮你你非要不进家呢你看我们这个做过了有给他这么弄的上街上去给你看看看了特勤所就多嘛呢你那么呢特勤所就多嘛的就是多嘛哪里让你这里让个所就多嘛那个朋友们见过这些了你把看见到起了啊什么多么浪呢这里面呢你说这我们家里就是说三处身体就多么就是说这里多么马浪的这里就是给我写上了对平庸冲过来对不对那年年搞的这里两个人话也是给我开始平庸起来的这年年来了这里你不这里上级中间这里这些话公车的你不可能就不傻这里主客嘛，他说我咋看了？对呢，你用个的对不对？我咋看了？我咋就给吃不着？这人吃呢，你用的你马上我啥东他们对吗？你给不着，你用个吃的，你吃不看见帮我哟？这里对不对？哦，多帮那，多帮那，干脆送那样子的。这里他当年的就送我他腊月么日来托过哟，对不对？这里好像搞起了。这地方他就恐怕有那么年代就搞起不来，这地方他还是很偏远的样子的，也一坨人呢，这里忙活了，这罗马他们就要拍过来，这里哪样给带到了这里？这年代那边搞的设计，他们这咱们那设计，他们就住着个国家嘛，可是住台湾的西游嘛，这设计他们这个差不安逸，上，这里什么的呢？这里给家的三处设计的都有的。他讲平庸起话嘞，那当头一种地方这样，说出哪里个什么金巴拉的龙珠，出生了的那美女，如巴拉的那多少么龙珠吧，切个马拉松吧，就把这个如巴什么的那用过，这样出生的说话嘞，第一单位七百公里，当地这刚年嘞，五年嘞，一年嘞，九年的呢，跟那他那么给起你。같이오라마교육이인지문제고도서대말에요나라그래제생각들이라고때문에사제담자딱발들나가죠다가결혼마방거나지내서무슨뜻공부가요지내서라서문챙기요예어쨌내려대가가면저가지중에서어떻게나의냠들요저그개와지나들때냠당하냠들요예뜻이담제게뜻이담아지사과자들이东巴的平庸地拉索巴，他们就搞了这里，他们这个沙漠当，这里他把这个深埋也把做的，这里在那新年上忙着，他把这两年干的，五年两年干的，这个新年上工去就不是，我们讲的这几个把这里，我们拉索巴我们是讲，这里他们从前面也讲，他们这里，学会当教你搞啊，你讲前面也，这个那叫什么大法啊？这个。这就是这就是什么样的呢这里春日的春日的上帝光那样的呢上帝小家他把个老他把这个人送了他们就上帝春晓的呢他们送他们满了烧水的那个东西送那个生的这些人不准备这些生的人家的当然这些烧发的年纪过多个年纪的日子呢上帝他们这个出发车实际他们这个农场，呀，同那个地方参加进不到啊，都那些一百万、一十万美金啊，你啊，哦，他们从实际上这个等于说来都是平庸脱裤脚的，平庸就快脱裤脚的，那些人民工呢，从那些话他们那些人民工，你那些你同意了，你一多这些我们，你用那里的药剂，你用那搞完出来那样的药，这个他妈那些的那些。